好女孩都是很正式。你说好女孩都一次吃两次。很长，那很粗的，又粗又长，应该女生比较喜欢。哎，不然你可不可以穿一件给我们看？可是我没穿裤子。欢迎收看波波接地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都在家里面开视讯？没错，今天就是我们第一次要在线上访问大家。错，因为现在疫情非常的严重，我们好家在在家。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是怎样啦？快点！性幻想部位，我们一起听听网友们有什么想法吧。走吧。那身体上所有的部位加总起来，你觉得哪个部位最有自信？应该就是手背跟肩膀吧。你一定要展现一下。哎、欸，很扯哎、欸！有没有？哎、欸，大步刷起来！好扯，好扯！他真的是超壮的哎、欸，怎么鸡腿长在手上？最满意的部位眼睛，哎、欸，超大，而且那双眼皮超深。我觉得我手的青筋很性感，但我现在 我现在不太兴奋，所以还没有裸青筋。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兴奋？快速晃动之后吗？眼睛或是手？他手算蛮细的，有手偏小，你喜欢细细小小的这样？对，然后。然后跟我相反，没有没有。那想问一下，你现在有对象吗？有在努力。你现在喜欢的对象，他的哪一个特质是让你最喜欢的？就长得可爱、天然呆那种吧。然后就是常常都有挂着笑容这样。我听你的形容，所以你目前在追千景是这样吗？可爱、天然呆、常挂着笑容，没错，就是千景。觉得是我的秀一下，秀一下。你直接伸到镜头前面，不错不错，好像。好像没什么肌肉，真的有人说我的手好阿嬷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那你呢？我觉得眼睛大。你的女朋友也是最喜欢你的眼睛。她有说过我眼睛很好看。那她有没有说过你其他地方很好看？还没有给她看过，不知道。对你来说，异性哪一个部位会让你觉得最有可能会有性幻想？眼睛，因为她眼睛会放电。可能有魅力，这样会笑的眼睛。你有在追韩星吗？有一个韩星我蛮有印象深刻，可是车银优。车银优，我就是要说车银优、哦。对，他眼睛会自己有那个笑容出现，有一个电，有一个笑。应该也是头发。男生穿紧身裤会让你有一些遐想，一点点。他说男生裤子穿很紧，同时某些部位可能也会很紧。就有形状跑出来，对不对？是不是？对，像我家，我就常常每次都看到嘛。啊，我哥穿三角裤在家里走来走去之类的。四角裤啦，四角裤看不到啦。穿这种四角裤，不是干净。首恩的内裤第一次在荧光幕上曝光，眼睛或是讲胸部就很肤浅啊。我觉得讲眼睛比较肤浅。那你对眼睛有性幻想？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眼睛很漂亮，就说、哦、我好想要跟那个眼睛发生关系这样。不是，会被眼神勾走了的。嘴唇诶、欸，感觉想要亲一下这种感觉吗？就是你看到嘴唇，你会有那种想要去吃它的冲动，可能吧？天肯在说。我觉得是腿、欸，腿的比例是好看吗？就可以。如果站身也六成，可是腿超级粗，很长，那很粗的，又粗又长，应该女生比较喜欢。异性什么样的部位会让你最容易产生性幻想？腿跟屁股不能太细，我觉得我喜欢有运动的线条的那种。然后屁股要有点翘，就是不要扁扁塌塌的这样。嗯，那如果是很翘的大屁股 ，Nicki Minaj 那种。对，可以。OK， 好，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大概了解这个 Jam 是一个非常肉体的心态的。前面人都很斯文，是不是？前面都大家都说眼睛 啊鼻子啊、头发啊。哎、欸，长头发不能太 gay 白，可以把它剪掉吗？不然就咔嚓你的、哦。女生做哪个动作最性感？绑马尾。觉得女生绑马尾很性感。所以千金绑手很漂亮。我也喜欢女生绑马尾，觉得超赞。现在就超赞。好，千金，你绑完之后，你把头转侧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绑马尾很正？因为你的脖子后面会完整的露出来。对的，是不是？那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美腿美臀，但是有口臭，然后是永远都治不好的口臭，还是短腿，然后腿又有点肥，可是讲话会有玫瑰花香？
好臭，我真的不行了。我应该会选那个玫瑰香吧。也是第二个，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一辈子，一定会跟他讲话，一定会跟他亲亲啊。你可以戴口罩啊。这是第一个，不会、啊，他只要不要讲话就好。什么那个大男人主义？真不需要女生讲太多话，对不对？我们来就好，我们来就好。以后你们就都自己来。内凶但是性冷感，跟内凹但是性事很合。性冷感，我会看得很开心。所以没有，如果没有后续也没关系吗？没关系，那还是性事合吧，就还是选比较合的。性冷感，那我对他做什么都没有反应，好像也不太好。我会选第二个，也是第二个。所以说大胸部对你一点优惠都没有，看到没有？千九，真的是大胸部其实是还好，看片就好了，是不是？男人的话也听听就好。让我们看看詹女士对女生吃冰淇淋有什么想法。那你觉得女生舔冰淇淋的时候怎么样？好看啊，好看吗？ 不准给我用汤匙吃，一定要用舔。你觉得女生吃冰淇淋横着吃比较好，还是直着吃比较好？谁会横着？好女孩都是横着吃。你说好女孩都一次吃两次。看冰淇淋哪一种，如果是那种一球的冰淇淋，你这样很就容易掉。可是如果去淡水老街买那种30公分，他跟你说一定会掉，你还横着吃？哦，很长的那个双麒麟那样子。头拿过来嘛，你可以，你不要这样吃嘛，你可以这样吃。看，很累。也可以这样吃。好，那我想问你，今天这样子放下来，那到底有什么部位是你自己觉得你看到就会二话不说冲上去暴舔一波的？暴舔一波，那有，一定是天竺鼠车车啊！天竺鼠车车，天竺鼠车车啊！怎么啦？我可以问你多高吗？我很矮，我155公分。第一种男生身高很高，但是讲话会破音。第二种男生身高普通，但是很会唱歌。我选第二个，因为我是音乐系，所以我想说会唱歌好像还不错，这样有才华比较重，就才华魅力这样。所以男生150公分你可以接受？可以。哦，哎、欸，刚我学弟那个时候加，我有个学弟160。等一下，我学弟会唱歌哎、欸，他说他小清风，然后他也160吗？他160，可以啦。接下来打给身高161公分的哲嘉，请他唱歌表演给安博听。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唱的曲折。怎么突然呢、啊、OK,Amber, 这个声音你可以吗？可以，我还没有配对节目的。可以吗？可以啊。OK, 哲嘉 ,Amber 的外形是你可以的吗？可以啊。那是黑男吗？我要跟你讲一个重点,Amber 的身高跟你的身高非常的匹配。哇，他180。然后他说他喜欢的男生身高最好不要超过160。真的假的？对，我可能可他超过了，他161。我等一下可以磨脚皮。那 Amber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做一下拨头发这个动作给哲嘉看？看吗？他很性感，眼神跟嘴唇都要有。Oh my god！ 哎，他有哎。有很厉害、啊、那接下来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因为我有敏感性牙齿，就会这样子，就咬超多，他就哦这样子。哲嘉，你觉得他说的话比较性感，还吃冰淇淋？我觉得吃冰淇淋，吃冰淇淋有重你的口味，喜欢就是比较强一点，吃冰淇淋。可是我也有敏感性牙齿。谢谢，下一位。哲嘉，你有没有办法再往后站一点？他下面可能只有穿内裤。他就穿内裤吗？他在那穿裤。哲嘉不见了。拜拜啊。好，来，好，请你展现你的身体，转一圈给我们看，360度。360度，对。Amber， 你可不可以穿一件给我们看？可是我没穿裤子哎。好看，哎、欸，那更好，那更好。360度。哇！好可爱。OK， 哲嘉，你看到 Amber 刚转一圈，你说心里话，你会不会有一点置换一下？男生都会心动吧 ？Amber，
你看到我家刚才的转眼圈，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点性幻想？我觉得会想跟他当朋友，就是想认识他这样子。我是先当朋友还是朋友卡？是先从朋友了解彼此的内在这样子。